张云雷这三个名字一直在受人争议。我没有竞争力，18岁到80岁的都知道郭德纲，但是18岁到80岁之间可就有人不知道我的。德云社是亚洲第一男子天团嘛，你觉得自己是这个天团里面的什么担当？我艺人担当，我没觉得我自己好看，能看得过去，算不上丑，算不上最好看，中等。如果我要能再瘦一点就更完美了。你觉得自己就是被化妆品牌看中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是妇女追友吧。粉大褂什么时候再给安排上？你看我以前的视频不就能看见吗？以前那不都有视频吗？因为你老熬夜嘛，你头发这么浓密的秘诀是什么？如果真的谢顶了会去做植发之类的？如果实在是不好看的话我就会选择的。我相信你们也很希望看见我光头的样子。那德云社的人去你的理发店会给打折吗？看他们充多少钱了，充的多的话打个99折。怎么看待就是现在的粉丝的这种打榜啊，然后应援啊？你得花多少钱呢？我的心都在滴血。